这是一个似乎熟悉又不是很了解的故事。在故事的一开始，神为了完成伟大的救赎，选择了蒙大福的女子玛利亚。神派天使加百列前去告诉玛利亚，她将因圣灵而受孕。玛利亚的惊慌无助可想而知，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矛盾。尤其当时的她已经和木匠约瑟有了婚约。玛利亚反复思想着这一切，她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，更不知道自己所爱慕的这位神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。玛利亚呼求着：主我的上帝，我进到你座前，你不纪念我以前所有的过分。主我的上帝，你有怜悯慈爱，你用双手扶持我脱离一切的罪愆。我心中的软弱使加百列听到了玛利亚的呼求，他试着安慰玛利亚。他要玛利亚明白，这是一份礼物，是一份神要送给世人最珍贵的礼物。神造万物更安心事，
亚听完了天使的话以后，便急忙去找他的亲戚以利沙伯。听到了玛利亚所说的一切，以利沙伯给予了玛利亚无限的祝福。这段期间，木匠约瑟所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回到2000年以前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接受。约瑟对于他未婚妻所发生的一切也发出了呼求，他准备暗中解除这档婚事。这世界有两个面，有光芒，一边就黑夜。也许在那另一边，也有一个我，心情却不同。我祈祷，我是这坚强点，我祷告，等阳光照亮我的脸，清楚看见，没有谁。上着光线，你是我心灵的泉源，第二个照亮我，祈
使我真的很想要掉下眼泪，能不能让我的灵魂别再沉睡？ Oh dear God, Oh dear God, 我愿意成就你给的一切。世界之大，总有人失去信念，能否让我的信心再更明显？ Oh dear God, Oh dear God, 我愿意找你安排的机会。要掉下眼泪，能不能让我的灵魂别再沉睡？ Oh dear God, Oh dear God, 我愿意成就你给的一切。世界之大，总有人失去信念，能否让我的心情再更明显？God, oh dear God, 我愿意找你安排的机会。Yeah, yeah, 这世界有两个面，神不亏待义人。在约瑟困惑迷惘的时候，神同样差派天使加百列亲自为约瑟说明这一切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你身耶和华，他是创造地基的主，他不困倦也不疲乏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他是这对原本准备分离的男女，明白了神伟大的旨意，也知道了自己所拥有的是神要给世人们最大的礼物。他们在神的爱中重新建立了信心，也重燃了对于彼此的爱慕之情。
脚步曾经停摆，心斗的你却未曾飘散，回首一段苍白淡淡相怀，我在你心门之外。当你向我迎面而来，云雾散了，阳光近在，徜徉你的情怀，把心打开，我愿意爱重新再来。温柔的等待，期盼有一天爱重来，漫长空白，让我用爱将它填满，最浪漫的回忆就在不远的未来。命运交错安排，可别再伤心徘徊，日日夜夜慢慢的爱，双手张开就让真爱能重来。温柔的等待，期盼有一天爱重来，感谢你牵着我走进了你心坎。漫长空白，让我用爱将它填满，最浪漫的回忆就在不远的未来，最浪漫的回忆就在不远的未来。之后就是几个月等待的时光，直到了后来一次全国性的户口普查，规定所有人都得回到自己的故乡报名上册。所以约瑟也带着身怀六甲的玛利亚长途跋涉，准备回到故乡犹大城。虽然路途遥远艰辛，但是他们知道只要在神的祝福里面，就能够超越一切。越过沙漠旷野，历经严峻山峰，还有多远我看不见平安的终点。有天睁开双眼，突然不知怎么往前走，发现自己彷徨一无所有。直到你握起我的双手，带领我飞往新的天空，你陪我抬头飞翔，成为我一生坚定翅膀。你给我超乎所求所想，你赐我刚强壮胆力量，你是我生命永恒的方向。在黑夜之中，有来自东方的智者们也知道了有这么一位影响万世的君王即将诞生。他们带着自己所准备的礼物，在天上星光的引导下翻山越岭，就是要亲自目睹这位救世主的降临。三位博士
来自东方，期待礼物献给君王。经过千言万我乘船日夜跟随星光。哦，奇妙明星放光芒，灿烂无比真辉煌。一心一灵不断前进，直到朝见主灯光。我先黄金尊贵之上，做他冠冕，得他为王，永永远远统治我们，恩泽地久天长。哦，奇妙明星放光芒，灿烂无比真辉煌。一心一灵不断前进，直到朝见主真光。爱万民受益，祈祷感谢赞美颂扬，当作献上自己。哦，奇妙明星放光芒，灿烂无比真辉煌。明星引领不断前进，直到朝见主真光。我先莫要飞苦又想，于是奋不痛苦凄凉，忧伤悲叹流血舍身，主有得胜力量。哦，奇妙明星放光芒，灿烂无比真辉煌。明星引领不断前进，直到朝见主真光。君王上主为人牺牲，荣耀大义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上人间同声。哦，奇妙明星放光芒，灿烂无比真辉煌。明星引领不断前进，直到朝见主真光。就在同一个夜晚，在寂静的旷野中，一群牧羊人在看守着羊群，就像是许多生活在你我周遭的人们。他们之间有人对生活失去了盼望，有人生命受到伤害找不到出口，有人对于未来看不到希望。他们不知道在黑暗的等待之中是不是还能见到一丝光芒？他们说，最好机会已错过，黑暗中找不到真正出口，该停留，还是继续往前走？茫茫人海，谁为我停留？他们说，时间会复原伤口，却发现心情越向低谷走，我的心感到慌乱和失措，不知何处让我再停留。在那天，有人到我的生命中，温柔话语轻声安慰。你说流泪，洒妆的臂光不收割，风雨过后将会留在我。谁为我平静风浪？
极静的星空，在众人的期盼下，这个名称耶稣的婴孩在小小的马槽中诞生了。他被称为人子、弥赛亚、救世主。平安天之高声唱，天上的恩
在这一个夜晚，每个人的心都充满了希望，也得到了平安。照着身影，
平安耶，平安。今天是救主耶稣诞生的日子，哦，何等喜乐的说。就在今天，耶稣我主，耶稣我主降生，耶稣我主降生，耶稣我把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。是的，平安夜的晚上，我们也今天谢谢我们的乐团、我们的戏剧团、我们的诗班，再次的拍手，谢谢他们辛苦的。